不能乱讲话，不能乱讲话。能重整一下。你每次都留这个三十分才不是不是才介绍，因为有时候真的前面的东西太忙了，太忙了是，太忙了你就跟我讲啊，我可以一个人撑啊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今天给你一个人撑，那我先去吧。你没看到我餐点还没吃完吗？啊，开始了，哦，开始了，已经看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宅知道前 Gank 时间》，我是 Rik， 我是麦克。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节目前都会做 Gank， 尽量会做播一些时间来做 Gank。 我会把一些就是厂商就是给我们的一些游戏啊，或者是最近有些什么新的游戏，在这段时间展现给大家看，这样就一方面是不会占到节目中的时间，然后二方面呢，就是也可以让你们就是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新的好玩的这样。我以为。还有一个方面是可以服务厂，还有一个方面是我在这段时间吃的美食，各大厂商也可以找我工商，这样就是我就在这段时间吃给大家看。那今天吃的这个呢是阿恒越南美食，对，我这个河这个凉拌河粉已经吃完了，现在剩这个炸春卷，拍不到了，拍不到，没关系，我就用讲的，等等，只是等一下这边会有一个酸味，这边等一下这个味道会有一股酸味，你那个是加在河粉弄出来。还是加在没？我刚刚就是本来要弄这个河粉啊，然后结果不小心滴了几滴出来，然后桌子就湿湿。我这边用掉很多卫生纸，现场相当场面相当混乱，场面相当混乱。好了，那进入主题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？我们今天要玩巴兰的异想世界。嗯，其实他在 PS 5发售前就有说这款作品会出，然后的确那时候我们在 PS 5还没推出，我们有去 PlayStation 的办公室试玩，也有玩过这款，不过那时候完成度还没有现在这么高啦。对，然后今天这款是由万代代理的，然后是史克威尔推发行吧。史克威尔制作，万代发行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试玩一下，但试玩的片段我猜有可能会跟那叫什么试玩版的时候差不多。不过现在当然还有一些小问题。我没有玩过试玩版。你没玩过？那你有看过吗？有，有看过。我看过他的 PV 啦。PV 我觉得做得不错。他说他是就是以一个类似音乐剧的概念。对，没错。然后他里面有好像12个关卡，还是12个舞台，就是他有一个特色是说你在里面破关之后，他会出现一些隐藏的关卡，然后隐藏的关卡你又会得到一些角色的服装。因为我刚刚看他人物其实蛮可爱的。我发现你功课做的比我还多哎。我看我这边写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什么？我上礼拜我们不是玩那个越南大战？对。然后我完全没有一个角色的名字讲对，然后底下那个我就看到 B O D 的时候底下留言，我就觉得哇天哪好丢脸哦，还讲理直气壮。我现在发现一件事，我刚才进来，可是我在第一章节获得的变身全部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第一章节，你那刚才看我试完有狼嘛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兔子，我现在只剩你刚刚是破音吗？我刚破音，兔子，但这个花其实蛮可爱的。他这个作品其实是曾经出现在那个，怎么不讲？他有一个前身，对不对？就他这个制作人以前的，算是制作人以前有做其他作品，可是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啦，就风格有一点风格像。您这个那个可以讲吗？可以，其实我觉得可以。那你讲一下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，就是之前《音速小子》的制作人啊，叫钟玉斯，然后跟史奎威尔，史奎威尔，反正就是跟他们一起制作了一款游戏。其实他，你在这边可以稍微看到，感觉《音速小子》的风格，像他 BOSS 其实很帅，你有看过吗？没有啊，他 BOSS 就是个看起来很中二的帅哥坏人。然后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，有点中二。可是你不是不喜欢，你不喜欢太中二吗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没有啊，我喜欢中二啊。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喜欢中二？你喜欢中二啊？对，你看不过去，没兔子过不去。这样讲好了，就是有些中二的角色会让我觉得他有点屁，因为他可能年纪就是偏轻嘛。对对，但是我觉得要看，就他的个性不能太屁，但他很中二，这样可以。这种事就要很强，我喜欢很强的角色。我很多动漫作品角色不强，主角不强，我也不太喜欢看。了解。我发现，
实不太，我那时候，我可以很老实的跟大家说，我那时候试完板机卡在这里。那你解开了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在这边看你卡关卡到45分。你还有10分钟可以卡。差不多。哎、欸，但是我有那时候打 boss。那我就，其实我可以不拿东西，直接去挑战一下 boss。虽然说我也不知道 boss 在哪，不过没关系。这是第一关是不是？这是第二关了，我遇。第二关。啊，它的怪物哎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是这样。然后那个黑色水、啊，你为什么？你刚刚本来是朵花，为什么变成一只龙？我刚刚有提到，它其实在里面会获得不同的服装、那这个花就是它可以升高。哦，你左上角有那个？对，左上角有。而且它很麻烦，是它只要碰到敌人，你的服装会直接掉一件。哦，不见。直接不见。然后每一关能获得的服装会不一样，所以我在猜，如果我想要刚才的兔子跟狼，我有可能要回到第一关。你要去收集啊。对。然后你还不能受伤。对，我还不能受伤。装会喷掉。哎，它其实很掉。就是它每个东西按键按出来都差不多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的三角、框框、圈圈跟叉叉都是同一个东西。它只有变身跟使用招式，就是操作是简单的吧，就是操作逻辑上是简单，就是有点像以前的游戏啊，就是可能都跳跟攻击这样子。它这个更简单，它只有一个，每一个服装只会有一个能力，你没有跳了，你那个角色没有跳就是没有跳。我真的没有跳哦。像是变龙，它就只会吐火，它没办法跳，它只能吐火。所以像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破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应该是有些地方很高的话可以。对，要可能要用狼来过。是不是花生汤圆披萨？等一下第一趴、哦，等一下会有花生汤圆披萨，第一趴就吃吗？对啊，那个趁热吃啊。哦，因为我之前有跟麦克讲过说，我觉得第一趴一直吃炸的东西不好。然后其实自己在点餐，其实也点餐。我就主持人第一趴一直吃炸的东西不太好。你是不是都挑你喜欢的？我就昨天就跟他讲，我就偶尔也可以吃一些甜点类的啊，这样。然后他今天就，那我们吃那个花生汤。那个这个东西也是刚好熏鸡有，这个猪好可爱哦、喔，这个猪会重疾。很可爱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。就这样，虽然它长得像兔子。哦，他也是少数可以跳又可以攻击的角色，其实不是每个角色都可以跳跟攻击。可是通常大部分人应该也会把它全部收集完吧？他全部有80套，我在猜。80套，这么多？全部有80套，所以你要一直重复完吧？对，我可能要一直重复完。像你现在是不是就只有3套？你只能我只有3套、啊，你只能常驻3套在一关，是不是？一关只能收集3套。是。这好像是那个球会追我，所以我要把它引来进这个凹槽啊。对，小孩子的把戏。小孩子的把戏。我刚才在过第一关的时候，因为大家知道这就是巴兰异想世界，你里面其实跟王国之心或是其他作品其实蛮像的。都是史克威尔出的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。风格很像，都风格都蛮像的，它都会有一些收集要素。那它这一关的收集要素其实就是收集巴兰这个角色。你知道巴兰就是有个戴帽子，前面有两颗把珠的那个。你其实收集那个，但是我在第一关，我刚才稍微绕了一下。我在猜，可能要之后你有获得其他装备哦，像这个，就这个。是要用那花痴啊？可以还用花。花痴。它有个比较，我觉得比较不人性化是，如果你的东西想变身在最右边，你就要每个都变过一次。哦。它没办法说我现在想变。左右吗？没办法，可以左右啊。上面有 R 跟那个。比如说我现在想变火。那我可能就是只能这样，但是它有时候可以到4套或5套装，它并不是只有3个格子，所以我可能要变身多次才可以。哦，我懂你意思，你是说赶快选？对，像我们现在你想要快速选取。对，我们现在第一章第二区，你有看到我们头像下面变有六个还七个雕像？我们现在只收集第一个，那前面3个就代表、那个是巴兰的雕像，代表我漏雕了。好，那我要换成猪感觉比较强。原来我们的这个单元叫宅前 gank， 这简称叫宅前。这我们刚才那个我们的 AD 硬墙。狼出来了。其实狼它可以破坏地表。不然你突然破坏，我太烂了。那你把它覆盖掉的那个就不见了。不会。我记得不会不见啊。真的不见了。不见了，所以你最多只能常驻3种啊。这个是 boss 吗？小王。它没有血量哎。对啊，你也要观察它的行动。
哇，它变两个面具了哎。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要打三下，把它面具。喂，哎呦，打得不错，再打一下。再打一下，再打一下。他等下应该三个面具，他就分三朵风吧，我猜。对吧？他获得一个奖杯叫门卫。他只是一个守卫而已。他是一个小小小 boss。目前就第一关跟这一关看起来，他的关卡数不，他的 boss 那个怪物数其实不多啦。嗯。这时候我可以换回去。好，那我们往下一个关卡推进，而且我们剩四分钟了。所以刚刚那个算是小，应该算是小 boss。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打到大 boss。哦，然后你有看到底下小小的那几只很可爱的？那是鸡吗？我不知道它叫什么。你看，它也要收集什么？爱心。爱心。你知道我想讲什么吗？好，没事。什么？没事。你有没有？没事。跟有些游戏很像，收集爱心。嗯，我们的王国。哦，抱歉，我没有玩。哦，你没玩对不对？没玩，我那个有玩。这边其实才应该算是序章有一个段落。对。这些动画应该不会有版权问题吧？有的话就这一段就会消失。因为那个农夫在很多地方都出。哦，等一下应该可以看到那个 BOSS。这个农夫长得很像那个哦，好像那种会免费广告跑三十秒出来的那种农夫。你想要整理我的家园？两条路给你选，这样，然后一边有鲨鱼，然后一边那个。他这个石头，我突然想到，这个就是坏，这是坏人。嗯，我刚才说很帅那个，这个是坏人，这是坏人，目前看起来是坏的，看起来不坏啊。看起来不会吗？他长得很像，就是他后面会忽然间变成好的。他点他一下，哎，他开通了他的任督二脉。这农夫得到超级超级能力。哎，我那时候到底有没有打这一关？我其实也忘了，好像有。你要打那个超级农夫的，哎呀，好帅啊！你看农夫直接变狼了，哎，真的完全。哎，这样比较好啊，不要耕田了。就这样吧，这是王的吧？这看起来就像王了。好了，你打完这只应该差不多了。你有两分钟可以解决它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我那不见了。嗯，所以你就是有三条命。对，如果你的服装全部没了的话，你就因为他这边有留服装给我，我一天吃个钥匙。啊，这要换猪。哇，很忙碌呢。我猜啦。来来来来来，他逃走了哎。喂，其实我好像也是第一次打这个 boss 哎。是吗？但我打输会很丢脸吗？不会啊。打到他脚趾头了。哎，踩脚趾，小孩子把戏，是死了。对，好像死了。然后他等一下就是说他有第二形态，哎，没有哎，蛮有。到时候他说不定他有他的心就跑出来，然后我又把他心捡走了，这样。没有。他会变回原本的，应该变回原本那个农夫呀。哈，我又变得又老又秃，然后又没有什么那个，又我又变得好普通，可是我很开心。但是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嘛，一见钟情。这应该是他爸之类的，或是他叔叔之类的吧？哦，音乐剧的风格来了，来了舞台上面，嗯，回到舞台上，开始跳舞了。好，嗯，做个总结吧。如果大家想要看他们跳舞，就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游戏，也可以先买试玩，欸，也可以先去下载免费试玩版来试试看。很可爱的游戏，对，很可爱的游戏，而且操作直觉，然后也不会太难，但 BOSS 也是两下就。结束了，就是他，你要观察他的技巧，然后你就可以攻略那个 boss 了。对，其实应该蛮简单的，我也是第一有收集初见杀，对，然后又收集异想奇迹。对，好了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一下。拜拜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